三月回巢开剧，罗家良嫌黄心颖未够班，天地豪情的卓尚文，难兄难弟的李琦，还有创世纪的叶荣添，罗家良在大台的确拍过不少经典的角色，曾经拎过两次我最喜爱的男主角。罗家良自有一套吸引观众的演绎手法，难怪罗家良2009年北上发展之后，大台咁多年都一直想找他回归。2012年大台曾经邀请罗家良饰演神探高伦布的男一，可惜罗家良成年的档期已经满晒，高伦布结果由黎耀祥顶上。最近罗家良终于答应大台在三月回巢，大台即刻为他度身订造新剧的《与蝶同谋》，为同时捧自己友安排黄心颖和郑俊云参演。其实罗家良在很多年前已经和一线花旦合作，以往的好像是陈慧珊、孙轩、张可怡、胡杏儿等等，今次大台安排黄心颖作陪衬，罗家良当然有些微言的啦。据知道大台已经尽人事找一线花旦火拍罗家良，可惜张可怡回巢无望，孙轩又刚刚为另一部剧开镜，胡杏儿三月还在度蜜月，佘诗曼就忙拍电影，最终无人顶上的话，卢家始终都是要跟黄心颖合作。虽然黄心颖的演出经验未算多，但星在消融够亲切，你都输的。属牛的朋友后年人缘运极佳，有好嘢梗系要出嚟俾众巴士打啦！各大讨论区日日都有潜力潮文 ，Facebook 一早帮你精选晒啦！